神君，街上怎么会有神君的画像？他是他们搜寻神师一年多了，这些想必是他们几个人贴的，可千万不能让朝风看见。可是你看，哦呦，嘿嘿，你怎么了？ 刚才给将士们斟酒，闪着腰了，我伸个懒腰啊！哎呀，这画像上是少典有情，看来我猜的没错。奎儿已经见过夜谭，还知道了火药的事。哎，素水刚才不是说有一套好戏吗？我们去看戏吧，你们先去找找戏台子，我一会儿去找你们。看戏啊？嗯。如此费心费力的瞒着我。 好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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